点，我们挖的比他们多的，所以真的要有时间节点才对。最好，你以为你们会胜利吗？胜利在望，同志们加油！胜利是我们的啊，那不一定。等一下，你们没箩筐，我们不需要箩筐，我们有力气。你们就把衣服脱掉放衣服里吧。对，我们裤子都可以脱，为了地瓜。真的啊、哦？嗯，那就等一下就期待了啊、哦！我不脱、哦。我也没说我要脱。年轻的时候我们家卖地瓜。你知道我讲这句话。哈哈哈。江先生。你嘴流，你嘴流，你嘴流。嘴流，嘴流，嘴流。你们会讲这里的话？我从小在这里长大。啊，真的。从小采柚子捕鱼。从小赶鸭。小时候做了好多事哦。明道哥，你的童年昨天才刚刚结束吧。哎，你真的好冷啊！尴尬的冷笑话，我都不想理他的冷笑话。反正我每次都觉得好好笑。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在幺洞洞洞之前，10000，十点，往中间撂，把那个边上的那个往中间撂一下，给他先。对，这样这个拿开。你再多弄一点吧，让我们踩吧。好了吧，我们站到山坡那边去等他们吧。哎，我如果他们下来的话，我们一会儿冲下面扔东西，然后就三分之二了吧。好像可以，看起来还行。嗯，是不是有点生，但是好甜哦。甜。我把这个